要出场前要先听他们自己讲，对，有什么自豪的地方啦，形容一下自己，欢迎第一位喽，请发声来。他在我身上，他就是战袍；如果不在我身上，他就只是一块布。哎呦，没有自信，再怎么厉害都没有穿在他身上厉害啦。对，就是是我穿衣服，不是衣服穿我。哎呦，好厉害！究竟会是谁？来，慢慢为大家揭晓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慢慢的揭晓。哇，这个肤色，这个肤色，哇！臀欸，这欧美臀，西亚你去看看，西亚去摸摸看，西亚看有没有有端端吗？有端端吗？好端，有端端吗？摸一下，好端哟，这很厉害，不可以这样，这轻轻的，是。哎呦，怎么样？砸死欸，开心吗？好快乐哦，好快乐，好快乐。怎么会有这种屁股的感觉？对不对？很好看欸，好羡慕哦。肤色特别好，腰部曲线也很好，腰部，哇，我慢慢再往上喽。哇哦，往上，谁呢？哇哦，哇哦，是蒋勋。请走下，这个身材，这个布的面积不得了了，真的。强强这个肤色，你看，哇，哎呦，而且他一蹲下嘛，可以感觉头发是从水上一蹲下的，哇，对，头发还有点湿，头发还是湿湿的，对，出水芙蓉，哇，这个在海边的感觉，哇，对，海边的感觉，这个。哇，你真的不忍直视。我觉得蒋洋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很有自信，对，自在，他很自在，就会觉得你自己站在他旁边也不会太尴尬，也不会觉得自己怪怪的。可是也要身材好才可以这么有自信，真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建议是比基尼，我要它是丁字裤。哎呦，丁字，因为我很有时候会晒，或者是你去外面晒的话，你喜欢那个晒痕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会要求它是丁字裤，然后还有我要求它有设计感，就我不会是希望是就是两片布，那有设计感的看起来会多点时尚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就会搭一些就是金色的元素啊，然后耳环呐，那还有一些亮粉，有亮粉，皮肤都是晶晶。它的锁骨这边就会感觉在发亮，你有没有？对，就会，尤其肩膀这就会发亮。你屁股是不是也有擦？对，你也觉得亮亮的。因为我刚摸完他的屁股，我手油油的。对，没有，我是先擦乳液，然后再擦那个，再擦亮，卡到一点油。干什么？不是，蒋洋最厉害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哎呦，穿着比基尼逃亡。这怎么？这算是怎么样的一个逃？要到你想逃是不是？逃警察的？没有，真的是要逃，因为那个是我就是常常穿那种比基尼，然后去那个泰国泼水节，然后或者学员都要穿这样子嘛。然后我记得我在一个 party 里面，因为我基本上我到哪里啊，通通都可以不用钱，而且很容易认识人。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一毛钱都不用花到，人家还会一直带你去任何地方玩，给你最好的。当然，他们看我就知道我要最好的。对，哎，那种三角猫的我不玩啊，懂吗？三角猫，那种 VIP 的才有 VIP 东西是最多的，最顶的，对，最高的，当然最大的，最好的东西，然后也最安全的，好的啦。然后呢，就是呢，合法的啦，当然，对，不见得合法，对不起，不见得合法，不见得合法。我刚刚讲错了一个，泰国都合法，在当地都是合法的，对对。是合法的，嗯。然后我就跟一群就是台湾黑道，他们就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在那个 party， 合法的在台湾，我在那个 party 就是去台湾黑道，他们对我还不错，就带我到那个等那个泼水节那个 party 结束之后，带我到私人会所，然后就开始继续续趴，来了，然后续趴练完了非常开心，然后还点很多小姐，还有牛郎，通通都有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就是泰国泼水节很容易死人嘛，就是隔壁间包厢就突然间在凌晨四点说死人啦，有人死人啦，玩太过头了啊，隔壁间死掉了，那我们也得跑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们根本没关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赶快跑，我们就所有人跑，因为那个招手警察要来了嘛，到时候里外这很麻烦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一起，我们这个包厢全撤了，鸟兽散，在逃，对啊，你怎么逃？就是从那，因为他那是有楼梯的嘛，所以你可能就是要一直往下跑啊，然后楼梯要跑啊，然后这个。跑出去啊！拿海的，再来，再去找啊！啊啊啊！泽海哦，那边。
边这边，然后绕那个椅子，还要绕那个高脚椅，过障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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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绕那个障碍。哎哎，不是，强强，强强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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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他的世界。哎，强强，强强，这里，你可以这样绕，这样绕吗？绕 S 型的可以吗？试试看。是 S 型的，哦哦哦，谁逃亡会这样逃？逃逃，快点快点，逃难逃，快逃逃逃，快逃逃逃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哎呦哎呦，我坏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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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啦，哎呦，哇塞，就这样，全身而退，真的完全没事，天哪，对，就这样子穿着泳衣，超级马里奥的成人，立刻逃亡，好棒。你说你们练什么才艺有这个很稀奇吗？没有这么厉害，你们有这种经历吗？所以这个今天，但是重点还是他身上的这一段，对对，比基尼还是丁字裤的哟。要让大家评分一下，大家觉得辣辣还是不辣？没辣，这是魔鬼辣椒，超辣超辣，哎，辣辣辣到不行，辣辣全辣大辣。全部都辣，而且其实泰国很多人妖很喜欢穿像类似的，人妖都是最人妖都是最辣的，对，一般女生还没有人妖来的吃香，而且人妖价钱更贵，比一般女生还贵，真的，所以你出去外面，你还会假冒人妖？我跟你讲，很多泰国人都怀疑我人妖啊，他因为我脚又大，然后你够漂亮，所以很多男生看你看很久，到底是不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太漂亮，其实这是一种殊荣。哎，你看全数通过，谢谢强强人妖，谢谢，不要不要不要。謝謝，这是殊荣，他说这是殊荣啊，对啊，殊荣殊荣，对啊，好，来了第二位，来，你可以说说你厉害在哪边吗？请发声。该瘦的地方瘦，该胖的地方胖。哦，拥有甜美脸蛋、魔鬼身材。哦，哎呦，甜美脸蛋，来看一下他的真面目，漂不漂亮呢？没有。哎呦啊！哎，有白皙的，白皙，白的，白的，小白笋，好白的，好白哦！哇！哇！这一套有，这一套有，漂亮哎，贴身就有吗？对，很好看。演员这个也太辣了吧！辣，他这个甜辣甜辣。欣雅，你一个那个性感女神的标准，我就想说你那个上身要不要买大号一点啊？哎呦，哦，因为那个不是，因为我们比基尼就是我之前都是拿 L 号，可是它会太大片。就是是会不太好看那种，嗯，对，哦，反而要穿小一点，这样子看就是胸部比较大，对，正正。那你觉得你这一件的进攻点在哪里？厉害的，它就是在太阳下会看起来很像有种全裸的感觉，因为肤色，对，肤色，哦，远远的看会，远远看有有有，对，而且它就是我今天特别搭了一个项链，就是让它完了，嗯，就是刚好在胸部中间，就是会比较性感，有注意。夹在那个胸链，大概大胸链，胸链，胸链是颈链，项链，项链，垂到胸中间，大家会想要看那个吊饰，对，看着看着就会看到他的身材，对，而且是夹在乳沟里，而且就是如果有人陷在里面了，对，而且如果张立东看我项链，我就不会觉得很奇怪；如果他看我胸部，我就会觉得很奇怪。你可以看他一下他的项链吗？看项链，看项链，看的，立东看项链，看的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来，立东有请。立东，猪猪的，形容一下，你的眼睛怎么？猪猪的，猪猪的，来来，我不敢看啦。哎呦，不是，真的很厉害啦，珍珠项链。而且你看他，比如说他在摆动的时候，你就会那个项链的摆动就会更明显。对对，我的心机很重呢，小心机啊，保护他。通常男生这样子说啊，请你，因为你穿的这么辣，然后想要跟你接近啊，就认识你啊，这样是有加分的吗？还是这样的男生你都会通常都不会理他们？如果他不知道我是圆圆，我觉得可以。真的，所以只要假装。我不想要是他是知道我的。有些人很会装，这里都很会装啊。如果是那种可能圈外的那种，就是他是很单纯的想要认识。我算体育圈的，我算体育圈。我跟综艺圈没有关系。你也结婚了？你是结婚圈的，我是。对，你算舞蹈圈。我现在想起来，肚皮舞圈的。肚皮舞圈。哎呀哎呀，哎，你没看过他跳肚皮舞吗？白痴，我没看过哎，没看过哎，怎么会没看过？快点，想看，对手戏，没看过，
小阿哥害到自己了，小阿哥。Music， 有吗？拍上，先用个布挡着，挡着。哎，比比基尼更好看的哦，好厉害啊！你有在练呢，好想画脸，好像更活泼了。小阿哥最近晚上都在练啊，好像是。好看，好看，他肚皮舞圈的，认定，认定，肚皮舞圈的，肚皮舞圈的，这就是舞蹈圈的，舞蹈圈的，好可爱哦。只要像这样子，你就会哎，觉得蛮可爱的，想跟他做朋友，这样就可以认识你了，一定会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哎，对，好棒，夏天我要更热，天哪，竟然还要先吃成这样，也没有啦，不是因为身材的关系，不错，我们都想要跟圆圆当朋友啊，谢谢圆圆，赞哦，好辣，好辣，真的好辣。